Astro 北极圈，先来报报看，今天深斋中学同学再次为了一致的目标而聚集在本校的大操场上，那就是全霹雳独中足球锦标赛。同学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身为工作人员，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棒，能看到自己的学校其他学校为了冠军而不停的努力去争取进球，为了要拿到冠军。感谢校队们，尤其是我们的体育副主任邱功和老师一再的陪伴同学在身边，假日啦，公共假期啦，都会找时间回到学校来练习。这种刻苦又耐劳的精神，我们除了敬佩，也非常的感谢。以上活动是 Astro 本地圈校园报报看，学弟潘正贤，怡保深扎中学为您校园报道。